那这个草，这个水塘的话呢，就能听到蛙叫。你看我来了之后呢，就他们都 silent。那感觉这里头有很多的那个两栖动物吧？他们可能听到脚步声吗？难道？对，可以有。可以看到这个小亭子，这里的好的地方呢是没有游客，然后很多的这个斑布，是吧？很多的那个竹笋啊，这些东西，还有风吹的这个竹叶的声音，优美。我觉得杭州这个栖息之地的话，有一感觉就让你忘记了那个工作中间的尘嚣吧，然后可以把你的那个心情拉回到一个跟自然很贴近的一个地方。能感觉到旺盛的生命，这么多的竹子新生的拔出来，从这个两个小坡上面拔出来，一个个的旺盛的生命，他们在延续，他们在不断的扩张。这里的真的，我觉得应该完全可以放一些扬子鳄，给这些，作为一个景区吧。现在目前咱们国家的扬子鳄呢，基本上都分布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。我相信原来江浙地区到处都是扬子鳄吧，应该。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这么少？可以看看。哦，叫深潭口，Deep Pool。你看日文的叫深渊，然后西西梅树。哦，在这里。写的就是澳大利亚。